秋水他们过了这么多招，都不见有一丝疲惫呢。这说明咱们将军啊，那是完全恢复了。嗯。哎，你们发现没有？将军大病一场之后，反而比以前身手更加敏捷了，更加有力了。对，看，将军还是那么神勇。西夏大军攻城略寨，所向披靡，占领了我大宋居平关、白银寨、萧关一线十几个大小城池，成功的完成了应尽的任务，残忍的将最心爱的女人推上了万劫不复的战场。接下来还能做什么？赵玉琴，你这只病猫，拉不动弓，扛不动刀，你就是个废物。这世界很酷。